比例组化检测试剂发售依靠 BCL2
that's photon hunting, equals BZ by success family force.分组给药，动物分组称重后随机分组，每组10只10种各半，体重组皆无显著差异。动物造模活体仓鼠与自由组织，原浆之内单细胞血液，排派来染色检测活性是大于60%，调整流失包浓度为8×10^6每毫升，取零点2毫升在仓鼠的右前枝叶下接种。 动物给药在接种24小时后，胃静脉注射给药 ，ACPS 高中低剂量组剂量分别为75毫克每千克、68毫克每千克、18毫克每千克、35毫克每千克。后来药组以相同单位体积注射食体盐水。这是一组实验动物照片，实验的流出是B16黑色素瘤，实验动物是 C57B1杠6小鼠，给药的主体是台湾首个静脉注射给药。 实验内容分4部分，第一组实验包括。